So suck it up and get over it, because you're not allowed to complain. You're not allowed to be burnt out. The narrative around being a YouTuber is that you have to upload once a week minimum, or else you will become irrelevant.你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荒唐，我自己也觉得很荒唐。昨天起床之后，我就拿着手机在听 podcast， 我就打算把我客厅的窗户给打开，我就这样子推开，然后我手一个滑，我的手机就从12楼掉下去了。然后我就听到一声很清脆的，就是撞击到地面的声音。我想说，完了！我本来已经决定好，我昨天就是要去一趟 Apple exercise my Apple Care。对，我太有先见之明了，我在买的时候就知道总有一天这种意外会发生，只是我没有想到会是从12楼掉下去这么荒唐的事情。重点是他一点事情都没有，我想说，是我摔的技巧太好了吗？Hot air, get back home and cut my hair, wet my neck out in the yard, sucking on spit, trying real hard, can't go inside. 好的，虽然因为我们现在应该哪都去不了，但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发掘在家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我刚刚认真的想了一下，其实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反正趁我最近也没有要去哪里，我要来做一个Home Pampering Routine。 那我今天的 Pampering Buddy 就是这个 Lancer Skincare 的东西，它是美国的一个小众护肤品牌，然后它的创办人就是 Dr. Lancer。 那 Dr. Lancer 研发出一个3步骤的 Skincare Routine。 那我这次呢，用的是 Sensitive 跟 Dehydrated Skin， 因为我的皮肤就是真的是还蛮干的。第一个步骤就是 Polish， 其实就是有点像去角质。那我之前用完之后，我跟你说，隔天你真的会觉得皮肤整个就是滑一圈，好像被磨过皮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的味道我很喜欢，是薰衣草的。你就这样轻轻的按摩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小小的那种老废角质被清出来。去完角质上妆真的会服帖很多。再来第2步就是这个 cleanse。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nourish。我今天用完之后是觉得定期去角质之后，脸真的会觉得很舒服，又不会过度的去搓揉你的肌肤。现在大家如果到官网，然后用我的 promo code 就会得到 25% off。那如果大家想要试试看这个比较小众的 skincare 的话，我会把所有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Get so lonesome without you, oh, like you wouldn't believe. Can hardly hold myself together without your arms around me. The days when we are apart, time only drags on and on. Each minute I'm without your loving, as though a lifetime has gone. But every night I close my eyes and dream I'm with you back home. But when I wake, home's far lonesome without you. I think I'm... Okay. Take it all in. Slowly pitter pat, we are lost inside our lover's nest. We don't need the world, we just need us. What if we stay like this? 今天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来收拾我的家里。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我最喜欢的衣服种类是什么呢？就是 sweatshirt 或是 hoodies。所以想说，趁换季的时候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冬天最常穿的 sweatshirts。其实我跟你说，我这个冬天真的基本上就是穿这几件。首先，先从我身上这件好了，这两件都是 Little Puffy 的 sweatshirt， 这个我是买灰蓝色，然后 hoodie 我是买一个像是浅绿色这样子。我之前分享之后，就很多人问我说好不好穿，我自己觉得这两件都还蛮舒服的，很亲肤。我身高163公分，然后我这件买的是 small， 然后这件买的是 medium。不过我觉得这件 hoodies 的这个落肩，就是它落肩的位置在我的肩线这边会有点凸出来，就有一点点奇怪。不过这两件都是很亲肤、很舒服，然后也是我喜欢的那种 oversize 的版型。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运费实在是很贵。我真的是观望了很久之后，我才是太想要了，所以我就买了。但它的运费实在是不便宜，所以如果你们有朋友想要买的话，就一起买，一起分担运费，不然真的我觉得不太划算。再来呢，就是这两件 Drew House 的 hoodies， 这件是 Jonas 帮我买的，然后这个是雨乔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是蛮喜欢他们品牌营造的那种，就是很放荡不羁，然后很很休闲的感觉，但是呢，我必须要说，我很不喜欢他们的这个领口做的非常的上面，所以你很常会穿着穿着就会觉得被勒到。然后另外他们的那个布料也是比较厚、比较重的，所以你洗它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重量感。我暂时觉得拥有这两件就够了，之后如果遇到很喜欢的版型啊，或是颜色，就再说吧。再来这件也是我近期的新欢，它是 Acne Studios 的一个hoodies， 比较算是春夏款的，就它里面没有做绒毛，又舒服又亲肤，又是 oversize。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然后特别喜欢前面这两个啾啾。我一开始看他们家的 hoodies 都是因为谁呢 ？Keith。再来这两件就是我的 Kel Gear，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了两件非常相似的 hoodies， 这应该是我们学校的衣服里面我最喜欢的设计了吧，就是简单又大方。然后因为我很喜欢 oversize 的衣服，所以我要么买女生的 XO 号或者是男生的 M 号，所以其实我很多衣服都是可以跟 Ian 一起共穿的。这件呢是 MOMO 跟 Mario 他们出的卫衣，然后我觉得也是比较偏春夏款吧，因为他们也是做 oversize 的版型，所以我那时候买是 S 号。不过我觉得如果可以再选一次的话，我应该会想要选 M 号，就是再 oversize 一点。再来这个也是出场率很高的，就是我 Kangol 的黑色 sweatshirt， 这件也是超舒服、超百搭，然后后面有一个很招摇的 Kangol 的 logo。这件完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有时候跟拍摄啊，或是怎么样就可以穿它。这一件也是超级无敌多人在问的，就是这件花花的上衣，这个其实好像是一件睡衣来的，这是我在美国买的，然后品牌叫做 Madewell。再来这一件也是很多人在问的，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品牌叫做 Ambler， 我那个时候是透过韩国代购去订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问问你熟悉的韩国代购啦，或者是我会把我的代购放在下面的那个资讯栏，大家可以去问一下，是不是很可爱呢？再来是这两件，应该都有穿了1-2年了吧。这一件呢，我好像是在 Still Nanda 里面买的，这件Ian穿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件是 Levi's 的一件衣服，然后我个人觉得啦，这件的触感比较硬一点，穿起来的舒适度还是有点差别这样。虽然说现在冬天已经要过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趁换季的时候去品牌的官网看看，可能可以捡到一些便宜啦，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有很多衣服，其实我已经都穿了蛮久的，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不太会过时吧。对。我要来帮家里做新一轮的大扫除。我家真的第一太容易有灰尘，然后第二就是很脏。我昨天有去买了这个工具。 不是昨天啦，前几天，因为我跟你说，我家的浴室真的是 disgusting。내 화를 너에게 푸는 내가 너무 싫었어 이기적이야 너도 힘들 텐데 계속 내 얘기만 하고 있어 없어 눈치 난 못된 거지 노력해도 이겨내지 못한 자존심 사랑스러운 네 잔소리를 내가 잘못 이해해서 미안해 고칠게 입에 달라붙었어 이런 외로움 发现我家里有这个年糕预拌粉 So why not? Well, I think I definitely did something wrong. Not bad. 'Cause I'm always heading your way, and I know exactly what I'm